作为一个索黑啊，我前两天又把索尼给黑了。怎么黑的呢？其实这也不能怪我，因为我一直说过索尼的菜单逻辑非常的反人类。我用了一个21秒的视频啊，当时我们是用了三台相机啊，索尼的 HR4、佳能的 R5， 然后尼康的 Z7， 全是当前三个品牌里无反相机最高像素的机型。然后发现索尼的那个屏幕真的是直接把人拍没了啊，很多朋友评论直接把人拍没了。但其实这个锅呀应该是我说的结果你们看看是谁背吧。其实那个颜色本不该是那样，但是因为我之前录视频的时候呢，相机内开了这个 PP10， 但是拍照的时候我转回到这个 M 档，对吧，转回到了拍照的 M 档之后呢，它其实还保持了这个 PP10 的设置，所以拍的人色呢在背屏上看就是那个鬼颜色啊。因为我是双格是直出，那 GoBG 是那个颜色，然后 RIW 呢是没问题的，正常的啊，所以这里算是澄清一下吧。虽然这不是我的锅啊，主要是这个反人类的菜单逻辑。你在视频模式你有 PP 值设置，为什么我拧到拍照模式还有 PP 值设置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索尼啊，算了，他不会改的，就这样吧。那么今天这一集的视频呢，我是想跟大家聊聊啊，这个2470配6100万像素，这个2470配4700万像素，这个2470配4500万像素，到底他们的表现孰优孰劣呢？我们这一集来看一看。2470F2.8 无论在哪个品牌都是大三元中销量最高的一支镜头，也一定都是各家拿出全部看家本领来制作的一支变焦镜头。对于手上这三支目前三个品牌最高规格的2470F2.8，其实啊，对比画质什么的，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啊，也不会有多大的区别。而这次我主要想说的是各家的设计理念上，以及同时上手后最直观的触觉感受和视觉感受。三款机身，尼康 Z7 啊是最轻薄的 ，R5 呢也并没有想象中像 5D 系列的那么大。从机身层面，索尼无反的便携性啊，也因为电池的不断升级，机身加厚以后，慢慢的失去了优势。当然我们主要说的是2470啊，那么说说2470外观结构啊，个人觉得最科学的是尼康。佳能的2470L 系列的一贯作风就是堆料啊，粗大红圈，似乎啊佳能知道妹子喜欢的就是大黑粗。但是视频里面呢可能感觉啊索尼的体积要大于这个啊佳能，但其实是因为索尼上我套了两个这个调焦环啊，可能感觉上要粗一点，但其实啊真的是佳能是最粗壮的一个啊，索尼会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。然后就是我常说的最不考虑人性化的索尼了。这个镜头啊装在 R4 上以后，我知道因为我手大啊，但是无名指就是会被镜头卡住，而尼康这一点就做的没有问题。三支镜头中体积最小，握持感也是最好的。而且啊，虽然对焦窗、对焦标尺这些东西在数码时代对于很多的爱好者没有什么实际意义，佳能、索尼呢也已经完全去掉了这个设计，但是尼康却在最高端的 F2.8 系列里面保留了这个设计，并且升级了电子版本。除了可以显示镜头焦段、光圈大小，还可以像物理对焦标尺一样显示对焦距离。这一点可以说尼康想的还是为专业用户做专业的器材，而对于D级别的镜头则也是取消了这一设计。还有一点就是镜头增加控制环这个点，索尼虽然在无反时代抢跑了几年，但佳能尼康却也显示了自己对于相机工艺以及操作习惯的深厚底蕴。佳能选择将控制环放在了镜头的最前端，而尼康将控制环放在了接近卡口位置的尾端。您喜欢哪个操作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啊，尾端控制环实用性更高一些。听完这些，尼康粉们你们高潮了吗？佳能粉准备好没有？轮到你们了。几个月前跟我杠的各位，我关于 R5 的预言是不是一一都实现了？那做好了手背后，听我来说说这支佳能的 2470F2.8。 佳能这次 RF 卡口的路数可以说姜还是老的辣，除了 2.8 上面又给你做了一个 2870F2.0， 高昂的售价一下让你觉得2470F2.8价格更香了。不差钱的土豪呢都去买了 2.0， 而买 2.8 的人有一部分也会因为眼馋最终升级到 2.0。佳能这支镜头保持着佳能一贯的素质，画质颜色没得说啊，尤其是颜色直出永远是最好的。虽然我已经把我的佳能都卖了，但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佳能 RF 系列镜头的外涂层啊，真的不是特别喜欢，主要是看着很高级，但这高级的代价就是稍微有点磕碰摩擦就会给你留下点什么。虽然红圈依然看起来那么亮骚，也许是我用了10年佳能的缘故啊，这套 R5 加 2470F2.8 的组合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惊艳的感受。
最后我们来说说索尼啊，太多人说过这支索尼的 G 大师 S70 了，所以对于这支镜头我只有一点想说的啊，在我整个测试过程中，相同参数、相同焦段、相同位置拍摄结果里面，我似乎个人感觉啊，索尼的实际的通光量要大于另外两支镜头，而且索尼佳能我是带着 UV 的，尼康 S70 是一个裸奔的状态，也许是我个人操作误差啊，也许是错觉，但是给我的真实感受确实是这样。当然对于索尼啊，我有一个预言，无反时代可以说是索尼几年前就开始领跑了，尼康 Z 卡口、佳能 RF 卡口的发布，无论从物理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开始压制索尼的 E 卡口了，镜头体系啊更是如此。但是索尼最大的优势呢，在 CMOS 技术，上有菲斯、哈苏、富士、中画幅，下有多品牌的135都在用着索尼的 CMOS。如果索尼在135无反失去优势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发布自己的中画幅系统，再次领跑。要知道索尼4433的底在富士上的操控已经越来越接近单反的体验了，那如果索尼自己发布中画幅卡口，底再大上一级，你们想想相机市场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格局，什么样的一个节奏。我觉得这个日子啊不远，应该在 iPhone15 之前就能看到了，到时候记得回来考古给我留言哦。2470啊，其实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焦段，你可能买过它，你可能卖过它，你可能卖过又买过它，它可能不会给你带来非常惊艳的这种画面，它又会在你很多需要一些啊，可以保底、可以干活、可以挣钱、可以过关、可以一切可以平衡的地方，给你留下一些画面。这就是2470这种焦段神奇的地方，它虽然不出众，但是它绝对优秀。其实啊，很多评测啊没有什么实际意义，包括现在今天你们看到我的这个视频啊。那我三门的2470，三个品牌的2470 2.8 都做了测试，都做了对比啊，你会因为一个视频啊，从这个佳能去整个因为一个2470的视频去换成索尼吗？你会因为一个视频啊，因为你用的是尼康，然后你看到索尼的2470不错又换到索尼吗？那你会因为一个视频，因为你用的是索尼，因为一个佳能的2470感觉不错去换到佳能吗？我觉得都不会。那么还有一种对比评测啊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擦亮眼睛好好的去看啊，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做这种，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做这种对比评测的，我觉得没啥意义。对，你像有些人喜欢做这种对比评测呢，其实目的很明显，所以我觉得你们都懂，因为看我视频的人、关注我的人都是聪明人。好了，最后感谢那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土豪啊，愿意借给我这台 EOS R5， 他自己都还没有玩啊，现在我摸的时间比他要长。也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啊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欢迎关注、转发、点赞、评论，因为飞翔做得更强，我是老赞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R5，拜拜了。